这我的腰得大点儿，玻璃都快上脸你这样整整你肩膀这个紧不紧？这样是不紧，那不紧那都正好。这样不紧，你要扣住的话，它有点。哦。是扣住不紧，可这这样不扣不紧。你这个小，你到冬天再穿厚一点。我现在在家弄一件大的。他这一件咱咋穿？我几个汽车来，我还冷嘞。到冷了穿风衣，穿不穿不？穿个袄。紧，你看俺这扣住。平平哈，不是平平，他是。它是金霞，我不是平平，它是金霞，金霞，金啊，对金霞。我的，你看我的呢，这整的呢还得要松。哦，你比我的棒，我应该再大一号，他说的大一号大三指，我又怕这个地方。我还好，我是挺个金霞嘞。我应该再要大一号。金霞可聪明。金霞我认识，你谁不认识小伟哥？反正长得漂亮的媳妇儿，小伟哥，反正长得漂亮你都认识。来喝茶嘞，对不对？有点小了，反正就是。要不叫他给你调一个，你到时候你给他打电话。你给他电话，你给他电话吗？我给他微信，你给他电话。你给他付一下，我给他给我直接叫他发的时候直接发了，然后再把这个给他吧。哦，对。你给他付。这个有点早呀，你干嘞？他咋早？他给你金涛的妹妹吗？哦，金霞是金涛的妹妹，咋可能嘞？金涛有妹妹叫那金涛就一个姐。咋剪的？剪短一点儿。剪齐的。嗯，以前。我感觉他以前那种齐头发你见过吗？嗯，见过。那好看。哦，对。就是后期做一个。这也好。适合你，那时候是直的，再拉一下。那没咋的。再染一下。那不是拉嘞，那是吹出来的造型。好直啊！就是我那时候没事的时候就去理发店，你洗头让给你吹吧。啊。他吹了时间一长，你洗吧他就成那样了。直的。嗯。咱这个这要不要拆开呀？这。小兜吧。我没拆。他那有小兜吗？有。有兜的，这里边有一个内兜。哎，你穿的比这种高领的好点了，我昨天没找着这种高领的。再冷的话，再高一点，再冷天。五个孩子的妈妈。没穿呀。我操。没有开播呀？对啊，这个姐没开播。你没开播吗，大姐？腰带也可以。我看你，我看你带货嘞，可厉害了！我看你带那个，带那个叫啥？那个。那个小那个吃的叫啥那个？哦，对，口水娃，我看你带货了，大姐。口水娃是个盆儿。嗯。我的乖乖。咱这里边人都成水桶了，马上。现在一天都这样了。进来的朋友给我点点赞哈。喂，来了吗？到了。忙不忙这边？哎呦，你这哪儿？这个叫啥？街上。啊？哦，街上过来街上过去了，我一看，这边今天忙来忙去，我也忘给你带上了。我昨天想给你买，我不是，我也买高跟鞋去。不是小桃那个好看，小桃那种不能高的好看。不是，你再看看越高越好看，对。嗯，越高的长线老。越高越好看啊。是的。不是越高的人长线老，你没发现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买两万吧，就是就这个二百八加个关键，就二百万块钱。好看没呢？这里面都在这里边儿了，我感觉这都可高了，我都不敢试。不是的，平平，你不是的那个锦霞，你那个你那裤子那咋穿？我没穿完。穿啊，穿啥？正好着，到冬天，你到冬天说你不能给涨，你涨的话有点。不是我的意思，他的裤子就本来就短，就不够长。但你穿，我穿的像九分裤，你穿的像长裤。啊，对。我穿的像九分裤，你看有点短。我不是的，我的腿也不长，他这个裤子就是短，知道吧？咱穿起来像正好。我喜欢穿那种稍微能盖住那个脚跟儿，再比较长点儿那种。那好看吗？就给你这样穿吧。哦，但是我要穿高跟鞋都穿不成你这种感觉，都穿的。你刚才试了我的。你这个是因为短。试了我的这个小底跟儿都好看。哦，还可以。
呀，你咋还没有穿啊？还小呢。他几个不是都来给你送了吗？嗯。这家伙穿的又漂亮了，真的。你赶紧给他发个进去，我怕他忘了。他忘了，我叫他给。关，不是你给他电话吗？你给他电话吗？你叫他再，你给他你合影的那个再给他发一个稍微比这个号大一号的。我昨天本来说的，我看他们我以为都穿不上紧身，我看他们都穿大一点的，我也想穿大一点。裤子我的正好，我的腰的还大嘞，裤子。我的裤子是因为我的腰不粗，我的腿粗。我今天号码发过来，他不给我拿。这一穿是都鞋穿。我8点钟就到公司了。今天有客户让我带着去看房子。老公没有办法。我接电话。来，他下半夜。下午吧。呀，我电话。哈哈哈哈哈！咱俩几个来吗？合影的意思就是带着带着我去拿一个大号。嗯，别忘了吃早餐。大宝，一个合影的大的，像穿个大码，这个有点少，带着包带过来。好像我自己都没吃早餐，我还管你，人家别忘你吃早餐。嗯，对的对的，朋友是这样的。然后人家都是越来越年轻，你咋捣鼓了越来越老？你会不会说话？那个王八，你要会说话，你能说话；你不会说话，你上一边去。有肩膀吗？拿一把卡卡机。卡卡我有。卡卡我有。我有，我反正有肩膀，后边主要是饿，我想着。我想着就想打我一顿。他这一张跟这一张不一样啊，这一张不。我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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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张容易住啊！不是你为啥把它容易住哎？住了没事，凑合儿。你别，不是你大早上你说这话。没有刀片的不要吃果子。你穿休闲啊，弄个职业的弄起来。上早操的功夫。俺这是俺的工装那个网吧。那是俺的工装。谁喝水？谁喝水？不是的，那个老师，快点拿你的红枣给枸杞，快点补补。这不是肺炎，咱们医疗用的。哎呦！啊，明白吧？医疗用的。谢谢。那个志明哥给他说了，把你。他是他家里有吧？他有现，他有现成的。不知道有没有。他打不来，那女的回吗？他给他打电话没接，给他发的语音。那边嘞。我来到已经烧了，这是第二壶水。那你不叫俺，那俺好意思去拿你这吧？这鞋大点。不是，你有一边。爷这大小的，我感觉。我穿这样的话，这都我的鞋也掉，枸杞了。我给你，不晒呢，你喝枸杞的啥？我想得补。你有晒没有？我没有晒，我可以补的自己补。他不是非光补肾，他是补气血。你谁跟你说的补肾？要不要？嗯，要多一点。有还要得，不要的要得，要得再你要得没有？你那领导一会儿。人到中年不得已。保温杯里泡枸杞。真的，姑姑，你们喝了流鼻血了。嗯，没事。你男人，你不要，不要。那俺没男人，俺喝个枸杞都就咋着了？我都怀疑了吗？俺没男人，俺该犯法吧？俺没男人，俺想找是容易了个一。你要找还真没我容易了，我跟你说。
你这不太贵，一点都不太刚，咱不能随便找吧。这可怜，得找经理。这个给你红枣嘞，看着表情真嗨了。